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啊。咱们今天就啊，接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了，是不是？和他一同死埋葬了。首先，这个旧我已经埋葬了，我已经埋葬了，我已经死了。我死了，目的是叫基督活。我若不死，那么基督就不能在我里面活出上帝荣耀的形象，对不对？神是荣耀的，唯独父。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父表明出来。那今天必须我先给主开道路。怎么开道路呢？我死好叫主，让主在我里面活。我把这个位置活这个位置呢让给主，叫主在我里面活。听明白这句话没？能不能听明白这句话？我若活着主就活不出来，你自己活永远活不出来主的样子。我把这个活的这件事呢交给主，叫主在我里边替我活着，就能活出主的样子。我把遵行天父旨意这件事交给主，叫主来在我里面替我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我不能遵行天父的旨意，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等一会儿咱们就看圣经一节节看。为什么我必须今天我必须死？第一件事情我必须死，我不死，基督就永远不能在我里面活。好，咱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归，借着受洗归基督怎么死的，我借着受洗也归入他的死。基督怎么死的，我和他这个形状上联合，在历史中间，我凭着今天上帝所给我的信心，把历史中间那位主耶稣就挂在十字架那个形状用信心联合在我的生命中，跟我的肉体进行联合，他的死和我的肉体联合，他的埋葬也和我肉体联合，这样联合了，基督死了我也就死了，基督埋葬我也就埋葬，这时候呢我没有了我也埋葬了，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就在我里面活了，他一活就是没有拦挡，没有阻隔，他一活就活得像神，他在我里面替我活着，活得像父神荣耀的形象就活出来，绝对不是我自己，只哇我努力在你面前活出神的形象。这个人还没明白呢。他为什么没明白？他怎么想方设法靠肉身去活出主的样子，永远活不出来。我们信了耶稣重生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我活，而是我死。听明白吗？一定是我死。这个步骤你给整错了，所以因此在你身上就产生一种半死半活的这种果效。所以你就以为这是半死半活的，千万不是半死半活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死，怎么死？接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对不对？受洗的时候弟兄跟你们讲到你们都听见了，说受洗的时候代表什么？死了，我的肉体没有良善，所以我要死，接着受洗死。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七章啊，罗马书七章第十四节。你吃什么？七章七章十四节，对，因为你的肉体和里边那个属基督的生命进行交战，那复活的生命就是基督，那生命已经在你里面进行交战，这时候你已经重生了，重生的肉人和灵人交战，所以我的肉体必须死，好叫里边那个活。这一交战的时候，这时候你做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你愿意做良善的事你也做不出来，你这时候必不能靠肉体来活，因为这时候必须脱离，接着死脱离，找到没？第十四节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谁了？卖给罪。这已经卖给罪的人就没有办法活出义的样子，卖给罪的人只有一死，接着死归入基督的死，他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乃做义的奴仆，做义之奴仆的就不被罪约束，若做罪的奴仆呢就不被义约束，这两个你要选一样，你是愿意要罪做主，那你就活在肉体里，你若不愿意做罪的之奴仆，那今天肉体就归入基督的死，已死的人，死罪身灭绝的人就不再做罪之奴仆了。听明白这句话吗？听没听明白？
好，咱们等一会儿咱们就往下看啊。第十八节，找到没？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它不但没有良善，它影响我里边的生命活出来。我里边的生命要行善，外边的生命它不让，所以这样呢，它拦阻，所以这时候靠肉体行善已经行不出来了。你就是已经刚刚出信，刚刚信耶稣出结果子的人，正如保罗说，我们也是在叹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灵与肉正是交战的时候，我心里想行的善事，因为心灵那个生命是由神生的，是良善的生命，但是肉身却行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肉身必须死原因，肉身必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原因，为什么叫罪身灭绝的原因？因为罪身本身不能行出义来，唯独叫罪身死了，那个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在我里面替我活着，才能活得像主，这是照圣经所说的。而今天人保留这罪身，保留它干什么呢？有人说这肉身呢，有人说这肉身就是神的殿，保留它，保留它干什么呢？好留犯罪，犯罪了干什么？好留洗罪，犯罪洗罪，洗罪犯罪，犯罪洗罪，洗罪犯罪，就在这肉身里活着。你看圣经说叫罪身灭绝，不叫我们在做罪之奴仆，他是那么活去了，正好照着自己的意思活，他不照着圣经的意思来活，你说多可怜吧，怎么活也活不出来，在那里挣扎，那天天靠守律法，一活在肉身里就得靠守律法，把脸憋得屈情的、把脸憋得屈情的，那律法把他捆得屈情的，那捆的子来好行的，对不对？活不出来呀、他硬靠那个律法去守去。今天是不是靠律法守呢？是的，你别去守律法，不用守律法就能活出主的样子，因为圣灵已经住进你心里，他要把他的圣灵这个果子给显明出来，你非得要靠肉身活，你不要圣灵结果子，不给圣灵一次活的机会，不给主一次机会，不让主活，非得你自己在活。是不是啊？上帝说你那东西不行，活不出来我的样子，唯独我的才能活出我的样子，听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要把生命刺激你的心里头？为什么要把生命刺激你的心里？就是目的不让你活，他来活，他活就活得像他，你活的就像活得像你，是不是啊？你要想不像你，像主，那就得主在你里面活，我就得怎么样？我得怎么样啊？我这得怎么样？我得死呗，怎么谁都不敢说这死，一说死了我谁都不敢说死啊！一说死，哎呦，我怕死，我不想死啊！所以有许多人的教会呢，牧师、长老都不爱死，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在肉体里活着，肉体有罪了，那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咱们就天天洗吧，咱别死了，就天天洗吧。这个牧师、长老，我这么说，这都是无知的牧师、长老，无知的牧师、长老。什么长老什么牧师呢？长老牧师不是因为长得老才叫长老，是因为今天上帝要照着他的真理行事，叫每个基督徒都按照他的真理行事，他记载的你就相信，他说你别活，你死吧，你死了我在你里面就活了，我活着才活得像父神，这是基督要在我里面活，要唯独耶稣基督能活出，耶稣基督这个身体是无残疾的，耶稣是无罪的，他在你里面替你活着，才能活得像父神，才能活得像父神，才能活出主的荣耀，你活着永远活不出主的荣耀，要叫道在肉身中显现，他显现出来就显现出上帝的荣耀，好不好？不是你活着的，你看大姨都听懂了，那么大年龄都听懂，感谢主的恩典，90多岁了能听懂，啊，80多岁的听懂啊，那个大姨90多岁都能听懂，感谢主啊，咱们这里净是年龄很老的，不，你这么大的生活老伴儿手不能听着，明天就得领来吧。
感谢主的恩典。我说话的声音特别大，是吧？我说话声音特别大，但是我不会温柔啊。但是我不等于我心里不温柔，但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主知道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今天不是外面声音大，你看我外面粗俗，但是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上帝给我光照，给我的话语却不粗俗。虽然我今天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主给我属天的知识确实很丰厚的。但是他能看懂，叫我能看懂圣经，能看明白圣经，就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是不是？我今天就拿着这一本圣经给你们讲，是吧？我什么也不用。这圣经我看不懂。那看不懂我才跟你讲，要能看懂了，你们都看懂了，我就不用讲了，就想着我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恩赐的问题。上帝就因为你们看不懂，所以差遣我到你这里来，就是目的是什么？把圣经那些疑难的、那些奥秘的、看不懂的东西，都叫你看得懂，都能看明白，这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座做的很最大的年龄都90多岁，人人大姨哈，94是90几的啊。今天这里边好多的大姨都很年龄很大的。今天呢，你们是蒙福的。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上帝打发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把真道传给你们。你们只要认认真真听，上帝必能开启你们属灵的眼睛，叫你们能明白，叫你们能明白。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就借着你的信就拯救你，你的信救了你，你怎么信的，上帝就给你怎么成就。你看，这是主的应许啊，不要怕，只要信。这件事情很简单，当信的人的时候，这圣经如同解扣，解那个面带的扣一样，从头到尾马上就解开了，它是活的。如果不懂的话，把那面带扣越拽越紧，对不对？你不会打那面带扣，所以你越打越紧，越拽越紧。为什么有许多人今天信耶稣越信越难，越信越像这个什么罗锅上山的先紧呢？罗锅上山的时候呢，就实在是紧呐，越上越张口喘，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罗锅，他本身的前面就山就高，罗锅上山脸都要贴地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明白圣经很简单，就是我们用信心谦卑在主的面前，凭信心接受他的话。他的话在圣经记载着，我就要信，特别是应许的话，我就要信。当我信的时候，这信心就在里面产生果效了。谦卑在主的脚前，主啊，我真的在你面前什么也不是。你知道你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主就叫你什么都是了。你知道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的时候，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了。这个能是主能，对不对？你知道我软弱的时候，主的大能就荫庇着你。你知道我卑微的时候，主就叫你得荣耀。你知道我有限的时候，主就把你带进无限。你知道我没有爱的时候，主就将他的爱加给你。你知道我没有智慧的时候，主就把他的智慧加给你。你越谦卑，主越服侍你；你越不谦卑，主越不服侍你。没问题的，所以在主的面前我没有问题。咱们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哈，这个大姨是第一次见面，咱多半都是第二次见面啊。咱们今天在这里头就详细的查考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所以我要死。我死对不对？对，我跟基督同死对不对？对。哎，你越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和基督同死，越会得回生命，对不对？对。这是主说的，不要怕，只要信。我今天跟你讲的死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死，这旧人和主同死，同埋葬。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把那旧人看作就是死的，把他看死了，好不好？像怎么死呢？像罪死。是咱们先等一会儿咱们再继续往下讲啊。这个像在肉体，像肉体死，像罪身灭绝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你们已经死了，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罪身已经灭绝了，好不好？灭没灭绝？罪身灭绝了，凭信啊，别凭眼见，凭信心，凭里边那个灵。相信罪身已经灭绝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那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第六节啊，一死的人是脱离罪。下面第二个，我已经死了，现在不准反悔了，咱们谁也不准反悔。我把这擦了啊。嗯。我死，基督活啊。我死了，基督就活了。
我不死基督就不能在我里面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这么信，按照圣经信。有人说我还好讲的不讲行为啊，你看我正在讲行为，他说我不讲行为，你看我讲行为和他们讲行为不一样，我讲行为是我先死了，基督在我里活就活出行为了，就活出好行为了，是不是就结果上天就结果了，对不对？我这么信的，把我信没有，千万不要把我的行为加上，加上我的行为就等于乌撒的狗，就是拿拿亚比路的项目，是不是？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今天我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活出那个行为是上帝悦纳的行为，馨香的供物，听明白吗？我正要讲行为，我讲的第一步因信诚义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了。你看这因信诚义能没有行为吗？我还没等讲行为呢，他就是讲行为。啊，我正讲给小学讲课，一加一等于二，我就讲加减乘除了，他就讲你怎么不讲勾股定律呢？你看他就说这个。我正栽树要准备吃梨呢，他说你怎么不讲梨结果子呢？他就讲到果子的问题。我说我现在不是讲果子问题啊，我现在讲栽树怎么栽树，栽树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结果，对不对？将刚生下小羊羔，他说那羊羔怎么不下崽子呢？他这活不糊涂这些人、啊、我养了个羊羔目的就是下崽子，下不下崽干你什么事呢？对、嗯、他没到下崽的时候，他下崽他自然就下崽子，对不对？他没长大呢，你像羊羔下崽子能下崽子吗？人活多苦的，我讲这地方他往那地方跳，我讲那地方他往那地方跳，他就想方设法就要把人的东西往里加。羊羔下崽是我叫他下的吗？嗯，我能叫他下崽吗？他是羊羔，我这个目的就是喂他、印他，叫他长大，对不对？服侍他，叫他长大，长大自然就下崽了，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讲的因信诚义，就是把你往上引，引到一个程度，给你讲干饭了，就给你吃干饭了，对不对？没到吃干饭的时候，我给你吃干饭，一下怼死了，一下把这孩子给噎死了，是不是？刚刚生下的小男孩，你怎么不结婚呢？就问那男孩，你怎么不结婚呢？多糊涂啊！你怎么不生孩子啊？你不结婚生孩子，娶妻生子啊？他没到娶妻生子的时候，对不对？人都这么糊涂的。刚刚信耶稣，你怎么没有好行为呢？没有好行为，你不能得救，就拿这个瞎子孩子，对不对？我们现在这群孩子都是孩子，属灵的孩子，就虽然肉体老迈，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孩子。但上帝一点一点在服侍我们，长大成人，那个属灵生命长大了，这样就能吃干粮了。吃干粮，这就是你的行为，对不对？你今天信我在这里讲道，是我的为主服侍主是行为，你那个听道也是行为，对不对？我讲道得奖赏，你听道你也照样得奖赏，对不对？在主那里同得奖赏，所以不要害怕。谁怎么恐吓你也不要害怕，你说我就是一个信。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什么？信。什么叫只要？信。在信上就能做成功夫，在信心上建立章程，好不好？一切以信心做成的功夫，谁说什么也不会反悔的。感谢主的恩典。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死是什么死呢？快点写啊，像邪情私欲死。肉体里有没有邪情私欲啊？有啊，因为我死了，下面肉体邪情私欲就死了。现在肉体邪情私欲，你也想看他死的，你别把他看活的。我肉体现在在存在，你也把他看成是死的。我里边这个肉体里边有邪情私欲，你也把它看成是已经死了，埋葬了，没有了。这么信啊、哦？会不会这么信？别看他现在有，看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好不好？就照着你的信给你什么成就？你说他死了，那上帝就照着你的信给你什么成就？阿门。你说他没死，那就还没死；你说他死了，他就死了，就照着你嘴所说的话给你成就，好不好？好。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好。肉体邪情私欲怎么死了呢？咱们先看为什么要向肉体邪情私欲死。我们看邪情私欲怎么来的，先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五节，邪情私欲怎么来的。肉体邪情私欲死完了，咱们就向罪死。罪死完了，就像这个世界死，这个世界都死了，律法死，向律法死，向世界死，向肉体死，都死。
好了吧？长子们，注意看第五节，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你看在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律就在我肢体中怎么样发动，以致结成什么死亡的果子，以致结成死亡，因律法而生的恶律。哦，原来律法在挑动恶律，下把我就在讲向律法死，谁做事谁让你做怪，我就要把谁整死他。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把这些事情整死，谁在拦阻我们进神的国，有碍于我们，上帝就要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就把这东西给他定死。情欲拦阻了我认识神，那上帝就把情欲定死。老我拦阻了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活，那我今天就把老我定死。罪在我们中间拦阻我们认识神，耶稣基督就来把罪的隔阂给什么打破打开，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所信的。像肉体的邪情私欲死，为什么？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肢体中发动，发没发动？这恶欲在我里面发不发动？发动啊！这恶欲在我里面发动。好，恶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我们注意看雅各书，雅各书的一章，新约圣经雅各书的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经啊，十四节、十五节，256页。所以在前面说，我雅各书上是就这么写的啊，就这么写的，十四节、十五节，256页。你要不向恶欲死，这个恶欲要不死，恶欲不定死，那今天你不向着他死，向着他死就是把他看成死了，用信心把他系死，好不好？用信心把旧我系死。用信心把肉体的邪情私欲系死，用信心把那旧人系死，用信心把那个律法那规条都系死。现在不守律法规条，不守那死，不看那私欲，不看他是活的，把他看死，好不好？用信心把他看死。所以照你的信，你怎么信的？你信他死了，上帝就在你身上成就，他就死了。你信没死还没死，你信罪还存在，那你就还存在。你信救我还活着，那救我活就是你就是罪人。小子们，十四节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是私欲牵引诱惑的。自己有那个己的老我里头有没有私欲？私欲是在老我里头啊，是吧？在我里边就是肉体邪情私欲，没有良善，里面有私欲，对不对？往下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死后才有什么审判。所以我不死，私欲就不能死，那私欲不死，罪就不能死，罪不死，那这个我就不在活里面，天天都在死里面，天天被罪辖制。好了，这里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有结果，对不对？你要在私欲里活着，那这个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好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了。我们先向私欲死，私欲死没死？私欲定没定十字架？啊？私欲怎么来的？私欲怎么来的？啊？刚才咱们读完那段经文，加拉太书。不是加拉太书，罗马书，私欲怎么来？罗马书七章五节怎么来的？下回记住这句话，私欲怎么来的？因律法而生的啊，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罗马书七章第五节，记住这段经文啊。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怎么样发动了？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肢体中发动，怎么来的？私欲，因律法生的。下面我就讲把律法除去，耶稣基督来就把律法在我们身上除去，律法那些有碍于我们的自己定死架，他因为他总挑动私欲，挑动私欲叫不可贪心，一说不可贪心，这是不是律法？这律法一说不可贪心，我能不能不贪心？不但不贪心，这私欲反而在我里面叫什么发动了？这是哪里说的？罗马书七章，我们看第七节。七节，
找到没有？这律法可以把私欲给挑动起来。比如说孩子，今天呢，我不动电脑，我这电脑里啊，这里头装进这个组件，你不准给我动。你这说这句话，这孩子从来都不爱动电脑的孩子，都能他都能动一动电脑，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吧？因为人有好奇的心，特别这孩子好奇心特别强。这电脑里到底装的什么呢？怎么不让我动呢？开始私欲在里面就怎么的，发动了，以致结成什么果子？死亡的果子，对不对？私欲在我里面就开始发动了。你不让孩子摸的东西，他想方设法他也去摸一下；你不让孩子动的东西，他想方设法他要动一动。因为你给他，你说不让孩子动这个东西，你就给他一条什么？一条律法，一条戒命，对不对？这条戒命就使他这个私欲在这里头就产生了。他就想，为什么不让动呢？为什么呢？我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他一看，正好违背了你所给他那条律法，因此就犯了什么？犯了罪。这私欲在里边怀着胎就生出罪，这就叫私欲怀胎就生出罪。这句话听懂了没有？私欲一旦怀了胎就生出罪。私欲怎么怀的？私欲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里边自己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罗马书七章第五节，众弟兄姊妹都要听，都要看这段经文，是很关键很关键。为什么耶稣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活上死也不叫你在律法下？原来律法是可以挑动私欲的，原来律法可以叫你的私欲发动的。原来没有私欲，这个律法一来的私欲就出来了。原来没有律法的时候，私欲在里面是死的，罪在里面因此就是死的。当私欲一来，就像那个老虎，从前有个老虎，人不用棍子挑出来，就我就掉进那狮子坑里头。那老虎现在睡着了，昏迷了，像睡着了。人不把那老虎捅起来，我是活的，老虎是死的。老虎在那睡觉，对不对？当有人我在那坑狮子坑里，有人把老虎捅醒过来，我就死了。老虎活了，我就怎么着？死了。为什么？老虎正饿呢，我就成为它的食物了。当没有人挑动这个私欲，你每个人里面都有私欲，这个私欲是在里面是死的，不发动的。律法来了，就把这私欲就挑动起来了。听明白这句话吗？你看啊，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第七节我们可说什么？律法是罪吗？律法是不是罪呀？律法本身不是罪，说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我不可起贪心，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最趁的机会，就借着戒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以致这发动，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什么？死的。你看这里面说什么？就借着戒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贪心就是私欲啊，在我里面反而发动了。我从前没有戒命呢，没有律法呢，这个私欲在里面就不发动，但戒命来了，诸般的贪心都在我里面怎么的发动。好了，这房子假如这房子是个很陈旧的房子，里面尽是灰，都落在哪里了。等我们进来就在这里聚会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这灰在那点粘的是死的，我现在是活的。有一个人进来拿笤帚拿扫帚在这里头哗，我正在这里，他就来这么烂脚烂扫，灰尘活了，我就被呛死了，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信呐，信。那就不需要那人脚，那人脚呢，那脚的人呢，就是那律法，那律法把那个私欲挑动起来，那私欲一活了就生出罪，罪既长出就生出什么？死来了。所以呢，这里面说我从前呢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那私欲是什么？死的。等律法来了，罪就活了。为什么罪活了？私欲活了，我就死了，对不对？对，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耶稣基督来，今天来不是挑他的，不是挑他，而是把我呢，没有一个也是去扫他。这灰尘呢，耶稣来像一个少女似的，拿一盆水把这哗这么一扬，这水一扬把那灰尘全部都什么洗刷干净了，洗刷干净。
所以把灰尘洗掉了，这球它也不发动了，不用条子来扫，不用条子来扫，而是用水，而是用水，所以借水借着神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听明白吗？不是用扫，不是要你去守，你越守律法，这私欲在你里面越发动，越发动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出就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要结束救人，在十字架上要结束救人，要结束私欲，要结束罪，要结束律法，要结束旧约，要结束救人，要结束撒旦的权势，在这个世界都结束了，旧事全都结束。为什么要结束？与主联合的，我们今天都在讲与主联合，怎么联合法？用死来脱离这世界，用死来脱离这救人，用死来脱离私欲，用死来脱离罪，用死来脱离律法，用死来脱离这一切旧事旧的世界啊，用死来脱离。这个世界，我在这世界消失了，我消失行不行？怎么消失？用死来消失。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永远会爱这个世界，对吧？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一这么说，谁都会说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爱世界。除非是不属这世界的人，就不爱世界，对不对？不属这世界，怎么能不属这世界？死人就不属这世界了，对不对？已经死了嘛，他就不属这世界。那我问弟兄姊妹，死没死？死。在这个地方注意，我已经死了，对不对？一死人肯定脱离世界。等一会儿咱就告诉你怎么脱离世界。你不是说我今天就我不爱世界，我就再来把你不爱的，这是信不爱世界的，接着信心不爱世界。现在你要叫我去就在世界使劲抓，我抓不了，因为我就传全是封建，我就是职业的传道人，我就以传道为主了，什么也没有了，就是传道。所以你让我爱世界，我心里不爱他，心里不爱，一生果效由哪发出的？由心发出的。心一改变了，整个外面就改变了。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领到正路上，就叫你先改变心，这心一改变，信心就主要是信心，心一改变，外面就有果效了。你心不改变，永远不会有果效。你靠板啊，靠手啊，你靠死劲儿苦待己身修炼呢，你都不达不到这个果效，你都达不到这个果效。唯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果效？唯独靠着信心才能达到这个果效，听明白吗？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是罗马书七章，这里边就已经已经说了。罗马书七章说，非律法说，七章的第七节下面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是律法提醒我什么叫贪心的，我才发现了我里面有贪心的。律法在这一提醒，我的贪心突然活过来了，就像激活似的，激活呀。七个洞啊，怎么干嘛呀？古人呢没有声音啊，可能这边找，这网上也找。网上现在是多少人呢？咱们线上直播。网上42个人。网上42个人都坐得起。那他们都一家一家的。对，这一家一家的钱。好了，这个好了，好了。哎，好了吗？听见我声音吗？听见了没？能听见我说话吗？网上弟兄姊妹能听见？好了，感谢主的恩典。好，咱们继续再讲啊，咱们继续再讲，是吧？这里边，喂，能听吗？
喂，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喂，能听见吗？网上弟兄怎么能听见了？好了，感谢主啊！这律法是激活私欲的。什么叫激活呢？这手机那个电池啊，一旦充进去电，就得拿那个卖手机那个地方给它激活一下，激活就能充进去电。这激活就是把它东西活过来。等律法来了，私欲就活过来，听明白吗？律法来就把它激活了，一下就把私欲激活了，私欲激活了，罪就活了，罪活了我就死了，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就死了。今天我们不能叫私欲活过来，而也私欲活，罪就活过来。我们叫私欲死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那邪情私欲必须同钉十字架。一旦私欲激活了，罪就活了，罪就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谁有审判？那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是要叫私欲活了我死了呢，还是要我活私欲死了？哪样？私欲死我活，还是我活我活私欲死？我活我活。我们为了活，所以耶稣基督来把我们这个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那我怎么来接受这件事实呢？我怎么接受私欲死了呢？耶稣死了，肉体连肉体里的邪情罪，肉体连肉体邪情罪同钉在十字架，这个事实你信不信？信。我的肉体这个罪身也死了，但肉体邪情罪也在十字架上钉的，你信不信？埋葬。信不信？信。信埋葬。私欲死了，救我死了，罪也死了，律法也死了，就解决问题了，就把旧的东西都解决了，旧的东西处理掉，再不要去守律法，守律法你的罪又被激活了，罪一激活你就被罪打死了，就被罪消灭掉了，就被罪杀死你，听明白吗？千万不要叫罪活我死，我死罪活我就死了。所以罪不要叫他活，那首先就罪私欲既怀胎就生出什么罪，罪既长出就生出死。所以是救我死了，我不担心救我死了，救我你的邪情私欲也一同什么死了。耶利哥就城倒了，耶利哥里面那个所有的那些子民都跟着死了，听明白吗？我的肉体死了，我肉体里的邪情私欲也都死了。怎么死的？借着信，耶稣死了，我们的旧人跟他同死了，这个肉体跟他同钉十字架，是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也跟他同钉什么十字架，这样信会不会信？会不会？这个是最关键的信啊！神这样说的，那我就这样信。所以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活，否则的话，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啊，第十二节，十二节找了吗？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现在欠不欠肉体的债？肉体债还完了，我们现在不欠肉体债，我们不属肉体的，我们不是为肉体活着，所以不欠肉体的债。下面说，去顺从肉体活着。现在我们不属肉体了，所以肉体要把它献死。不顺从肉体活着，也不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活着。注意往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找到没？找到这段经文很关键、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啊！弟兄姊妹，在网上弟兄姊妹要注意听这段经文啊！有圣经最好翻到圣经，我翻圣经，你也翻圣经，这样你能跟上我所查考的圣经啊！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现在欠不欠肉体的债了？还替肉体还债。有许多人替肉体还债，先垫洗肉体的罪，靠着耶稣宝血洗肉体的罪，是这么回事吗？肉体是死啊，是洗啊？死啊？死啊？这个那没那么明白。有许多人去洗肉体去了，洗都洗错了，洗都洗错了。
他去起肉体的，这里面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得什么死啊？定十字架听明白？定十字架是死啊，是怎么着？是喜，死啊！最深灭绝，灭绝你是什么意思？灭就把它灭掉，绝就是叫它绝根了，对不对？对，没有了。把它炸掉，拿炸药包给它什么？炸掉，轰的一声响，把它炸没炸飞，好不好？嗯，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给它炸飞，行不行？定十字架斩草除根好不好？真就是这么回事。好，灭绝就是把它斩出去，把它斩草除根，救人给他弄死他，信死他，定死他，跟耶稣同死，凭着信心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下面私欲呢也定死埋葬，好不好？好。光把耶利哥城弄倒了，这肉体信死了，因为这城的子民也得给他弄死，都给他杀死，好不好？光把那个肉体定十字架，这个肉体邪情私欲也要给他定十字架，好不好？对。肉体不定十字架，那肉体邪情私欲就活着，肉体邪情私欲活着，私欲气回来，他又生出什么罪？罪气长成又生出死来，都是借着信，把他信没有的，好不好？所以这段经文说，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自死，肉体的东西，咱们自死，咱们自死。你不信死他能死吗？圣灵能自死吗？你信死了，那就死了；你没信死，那就没死。听明白吗？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对不对？往下看，若靠着圣灵自死。身体的恶行，这个恶行就是私欲啊。下面说必要活着，说为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谁的心呢？说仍旧惧怕，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就惧怕，所受的乃是什么心呢？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样，你信死了，那就死了。耶稣在这个死就在你身发动了。你没死，你没信死，那就没发动。你信死，肉体邪情私欲没有了，那就没有了。所以主就在你身上把这件事就结束了，就发动了。所以不要叫罪在你的必死身上做王，不要叫肉体的邪情私欲在你身上做王。为什么不做？有许多人他就在这罪里活，就叫罪在这肉体中做王，罪做王，这边还侍奉神。罪做王还侍奉神，这不简直闹笑话。有许多人简直的太不懂圣经了。圣经说罪在罪上死的人才得以在什么活？在义上活。因为在罪上死的人还想在义上活，还替神活着，还谁用你替活着？谁用你替活着？你在罪上没死，神又用你活着吗？借着信，借着信在罪上已经什么死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通经十字架，看加拉太书第五章，邪情私欲通经十字架，通经十字架啊，就前面那些淫乱的东西都定十字架啊。十六节，五章十六节找到没？现在凭信心靠圣灵行事，凭信心了。靠圣灵行事，就不放松肉体的私欲，就没有私欲了。有人说，那我们就随便了，这一讲讲的，有人提问题就提这个问题，就说那我们就可以随便了。相反，不叫你随便，你等着，你别着急，我还没讲到你这一关呢。我讲到与主联合，你听着。你们讲的是天天喜，我讲的是死，咱俩讲的不是一条路。我讲的是十字架上死，跟基督的死联合，跟他同死。你讲的不是死。你讲是留着这个肉体，天天留着这个肉体在活着，就活在罪里头，活在私欲里头，活在撒旦的权下，活在律法里头。我讲的不是，我讲要把它讲死，把肉体讲死，把邪情私欲讲死，与主联合。第五章第十六节找到没？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顺着圣灵是什么意思？就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什么？行事。叫圣灵在里边活，就能活出样子来。注意看，因为情欲和圣灵是什么？你争不了情欲，而圣灵和情欲能争，能把情欲致死，对不对？下面说，
生理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这时候你想做一件好事做不了啊，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立志行事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别靠自己，越是这种情况越别靠，越不靠自己，越靠自己守私欲越发动，越守律法，律法越把你私欲越挑动起来，一个生俩，俩生三，四三生一生俩，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对不对？就加倍的给你往外生，你越去守它越生，要律法挑动恶欲，你越守律法越挑，恶欲越挑动起来，那就不是挑动一个，那不是613条的问题了，那就是全都犯了，那这私欲在里边就泛滥，就萎窝了。私欲就像那个东西似的，萎窝了，在里边做窝了，像老鼠似的。这私欲不让它发动，就不能，就必须靠圣灵，不靠自己手。打击。又。